静啊，你敢知影？明珠吼讲要离开金州了，去做散步啦。伊之前都甲我讨论过啊，我真感谢你，愿意成全伊。唉，明珠遮尔啊细汉哦，遮尔啊有志气哦，我实在唔敢吼，互伊放弃啦。对啊，伊遮尔细汉的查某囡仔，都知影爱追求着家己的理想。我感觉足见笑的，所以我嘛决定啊。你决定啥？我决定离开金州了，去台湾边看卖。阿青啊，啊你是认真的，还是想要休困几工去台北耍下？我已经计划足久啊。金兰啊，你先离开啦，我有话哦，要甲恁爸一家讲。若无什么代志，我先去无用啊。你还阁会记得你来金州了的代志无？当初是吼带你转来的时阵哦，你安尼唔插人啦，也唔讲话，啊一个人吼啊关一点的房间的。迄个时阵哦，我看到你是来吼足害羞的，亲戚朋友反对啦，啊厝边隔壁吼咧讲阴暗话，连工人看我的眼神，拢敢那亲像咧看笑话。我唔知影要安怎面对，我就决定哦，卖管你啊，啊，让你一个人踮咧厝内，啊，你煞吼安尼，唔食唔困，也唔啉啦，家己一个人关踮咧房间诶，一直到你发烧昏倒踮咧床下。嘴内一直咧喊要找妈妈，我才发现我家己，哪会用安尼这尔啊残忍去对待一个囡仔？我对我家己讲，若等你好起来，我一定要好好对待你。啊，不过这一切拢没有。虽然你好起来，你的讲话嘛会食饭啊，啊，不过你看阮的眼神，永远都是安尼啊衰乎。想要回来，你随时应该回来。你不是干那一个人。你只是我林慧心的小弟。牵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。